上学时的小聪明。哎，你让一下，第二题你选的什么 ？C。哎，我选的 A， 我觉得 A 更全面一些。哎，你们不问问我选的什么？不问。哪位同学能用英语来翻译一下彼此彼此？张美花，你来试一下。Teacher， 我不太会。嗯？老师，我会。You me, you me. Go out. 找同学来背一下姑苏城外寒山寺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的上一句。上一句，上一句是什么呀？这倒着背谁能背过呀？好，那你正着背，夜半钟声到客船的下一句是什么？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完了，我下一句也没背过。倒着背背不过，正着背你也背不过，去站着。又出去了。夜半钟声到客船，还有下一句啊。所以夜半钟声到客船的下一句是什么？